好，安尼，咱过来开始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恁会来上课，坦白讲吼，恁的内心一定有一挂无啥共款的感觉。已经第43届，我是感觉讲，即届我的声音嘛特别有磁性啊，因为我连续吼，差不多一个月拢伫讲话，全台湾到处去演讲。啊，无注意呢，连续拢安尼两三点钟过演讲啊，啊，煞讲一下烧声去。不过，这两天我有食药啊，所以有较好。我要讲课以前，想要问各位一个问题：足爱做奴隶，请你举手我看。足爱做奴隶，拢无？拢无吗？我若讲你现在是做奴隶，你要相信吗？嗯，啊，我所以我开头讲，你爱足爱做奴隶，你阁不爱举手。啊，好，不爱做奴隶举手，我看，我不爱做个奴隶。啊，好，手放啦。你都不爱做呢，啊，但是你拢在做呢。你不是干那做，你嘛捌做。啊，你讲，啊，无你讲一个点，我当时做奴隶，你有去做兵无？查甫的有无？有做兵无？做兵就是做奴隶啊！啊，你做兵要效忠什么人？你做兵效忠什么人？做兵是一个国家的权利呢，叫你来做兵，就是效忠迄个国家呢。国际法里底讲，做兵就是效忠的行为，效忠的行为。啊，所以你有做兵，啊，你有效忠，你效忠什么人？你好像好像什么人？好好像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的举手。啊，唔对的举手。唔对的举手。啊，你甲我骗啊！你唔对啊！无你做兵是做啥？我看无呢。你做兵就是好像中华民国，没有错啦。啊，好，今晚再讲好。啊，来，这听好清楚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无？有参加的举手。台湾有参加的举手。啊，无参加举手，会卖判别人的意见啦。你来吼，你来遮上课的，啊好，手放来。无参加较侪人嘞吼，无参加较少人。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啥物人来轰炸台湾？嗯，美国吗？日本的举手，日本轰炸台湾的有无？无吗？无吗？你唔敢呀？啊不，哦，美国举手。啊好啦，我甲你卖，我都甲你骗啦吼，这期的算好较巧啦，因为我袂记讲叫你目睭开开啦。你嘛目睭开开吼，我若讲日本人出一人举手的呢。啊好，美国轰炸台湾，没有错。你的老爸老母还是阿公阿妈，甲你讲走米二九有无？轰炸机啊，全台湾世界甲你轰炸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美国人是不是台湾人的敌人？是不是？人家给你轰炸，你又不是敌人。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那个时候对的举手，啊不对的举手，啊有人不举手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，人家给你轰炸，你又不知道他是你的敌人。甲你用飞弹，甲你炸炸炸，啊！你阁唔知影讲伊是敌人，国语啊，这是台湾人啦、啊。好，阿伯咧，阿伯煞咧。67年来，台湾人过的日子，什么日子拢搞不清楚啦。好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对，举手。无必举手，永远不爱举手啦，你看，敢那手断去了型的。
较勇敢嘞。我伫甲你纠正你的观念吼，啊，所以你若会一点讲了若唔对，不要紧，我袂甲你笑啊。啊嘛，干那我看到你尔。啊好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啊，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所以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伫做兵，啊，你唔是做兵吗？你做中华民国的兵吗？啊，你讲啊，我无做，你家己爱鬼呢？哎，有影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你做兵的这款的行为是对还是唔对？照道理来讲，伊袂当叫你做兵，但是叫你去做兵，伊就是犯了着战争法啦。啊，犯着战争法要安怎？咱来甲处分啦。啊，但你要甲处分，你有法度甲处分无？有无？你嘛唔敢讲啊！即马无法度，啊好，咱即马你来参加这个上课，就是要有法度啦。台湾民政府都有法度来甲处分啦。啊，无你也想看咩？恁来这里上课，咱伫报纸，为六月二日开始，全台湾七间大报纸，拢是半版半版，尤其是九月二日。咱用自由时报的头版，自由时报的头版，一半版是爱偌济钱，你敢知影？200万呢。因为伫六月二日以前，有真济人来上课讲：“啊，你拢无做广告啊，阮拢嘛唔知影啥物是台湾民政府。”啊，好，你讲的嘛，咱就甲美国讲，美国讲好，来订广告。所以美国甲咱支持，咱就订足济广告的，订十几摆。所以你已经无资格，国家来讲，我拢唔知影，对不对？才是啥呢？因我感觉吼，台湾人最终即款个性，什么个性？就美国讲的死鬼派。你无人惹，我卖卖惹。你来这去上课，你卖牙，你牙甲无牙拢同款。但是你若牙，你迄个错误的迄个观念嘛，会当甲纠正过来。哎，67年呢。过来问一个问题，即个我要叫你目睭开开，会啊较甘愿的，卖偷看啦。你目睭还佫紧紧咧看我呢嘛？目睭开开啦，我问你问题啦。即你定爱回答吼，不管你。答对唔对拢无要紧哈，听清楚嘿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再讲一摆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丢一下手。好，手捧啊，好，手放来，好。来，目睭金起来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？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？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丢一下手。哦，有人下手呢，恭喜！啊，我明仔载要来带恁家。住者有其屋啊！住者有其屋。哦，好，穷山注意。好，各位，我若甲你讲，你住伫国宾饭店，安尼国宾饭店就是你的，你一定叫伊讲我笑的。啊，无就空诶！啊，理由伫倒？因为我甲你讲，啊，国宾饭店诶所有权证伫倒，你摕未出来嘛？你住伫遐，你摕未出来国宾饭店诶所有权证，所以国宾饭店啊，虽然你住伫遐，国宾饭店毋是你诶。你即摆住伫台湾，我甲你问讲，台湾是台湾人诶，台湾哦，90%拢摇手，各位。那真正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，你唔免交税金呐。啊，就你也你去交什么税金？你交这个税金是交政府对不对？啊，政府就是你的头家嘛。啊，无你来交税金？这架车是你的，你会当去驶，别人袂使驶啊。啊，这个台湾是你的，啊，你交什么税金？你还交什么税金？诶，我讲有理呢。我若你讲好，你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啊，我请问你，
啊，你台湾人所有权证摕出来我看，有人我都摕无？无呢？啊，你所有，你的所有权证了？你没有所有权，你听无？所有权状啊？对，你要拿出所有权状，你别当我阿爸讲我的啊，我的啊 ，no， 要有证据啊！你无证据，讲这个土地是你的啦。安尼意思听无？你没有证据嘛？我即马摕证据给你看，台湾到底谁的？1895年，大清帝国。和大日本帝国签一个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4月17日签的。4月17日，伊签的伊内容啥啥，你也看。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即和这个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签订合约，第2条，伊将台湾垦边的垦岛甲平湖。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大清帝国的大皇帝有权利割让台湾的周边群岛、澎湖给日本天皇，安尼有权利不？伊当然有权利嘛。安那无权利，伊哪会这样割让？你拢无权利啦，在座各位咱拢无权利啦。所以。跟你讲，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我跟你讲，那是政治的语言呐，那跟你骗的呐，骗你啥？骗你讲你的心内底归属感啊，所以因为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，所以你就要譬如要顶哦民进党啦，唔通顶哦中国国民党啦，就这样啦。好来，大清的大皇帝会当将台湾垦边的垦岛含这个。朋友来永远挂留吼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，听清楚哦。咱读的册内底，甲你讲啥？这67年内底，甲今日还搁写迄个课本写啥？《马关条约》，中国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，对的举手，唔对的举手。好，当然嘛是唔对，是安怎？你家己看嘛，皇帝对皇帝呢？皇帝甲政府无关系，无关系呢？你讲奇怪啊！皇帝甲政府都同款啊，啊不是同一个吗 ？No， 1945年9月7日，日本天皇。和美国甲只同盟国去签迄个投降书的时阵呢，大清帝国和这个迄个咪是伊迄个中华民国，迄个大日本帝国派了着伊的外交部部长叫做丛光葵。丛光葵身份是啥？伊代表两个身份，外交部长代表两个，代表啥 ？Emperor and government， 代表天皇。甲政府，所以天皇甲政府是无同款的个体，无同款的条件呢。所以各位，你爱记咧，咱读的册伫这个所在，叫中国人怪去，刷袂起。日本天皇失败，投降以后签一个叫做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旧金山和平条约为第1条甲26条内底对日本天皇拢无处分，所以重点是遮啦。日本天皇既然伊拥有台湾垦边的垦岛甲平湖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无处分，所以到今日为止，现主席为止，这块土地。的权利，伊的主权伫上下，日本天皇啦。你说找几部台湾人找几部国际外读甲要死，找无啦，伫遮啦。啊，你讲奇怪，啊，日本毋是放弃台湾吗？各位听清楚，
你甲看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这个 Japan 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日本政府啦，叫做 Japan government。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， 以及个叫玄机里来的呢。A L L， 读过英文的拢知影，这个是后壁复数爱加啥 S， 对不对？啊，这个、right 有加 S 吧？无呢 ？Title 有加 S 吧？无呢 ？Claim 有加 S 吧？无呢？这三项拢无，可能可见，讲这个权利一定日本政府要阁保留某一个部分，没有放弃啊。啊 ，renounces。这句这个英语，你甲存看迄个字典来看，伊放弃什么放弃？放弃有几啊种呢？一种是啥？我放弃，我摕倒转来，这一种。啊，过来，我已经放弃啊，无要摕转来，这嘛过一种。我放弃，无要摕转，叫做 admit， 无同款呢。所以，这个条约你就看会出来。旧金山和平条签落去，台湾的问题走出来。啊，这台湾问题走出来是安那？是因为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，伊的心内底伫孝想台湾这块土地啦，无放弃啊！日本政府无放弃啊！伊是放弃主权的权利，有这个权利要表示讲，要个物件叫啥义务嘛？主权义务没有放弃嘛？当时我过来问你一个代志：台湾是不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？是的，举手王煌。是的，啊，你读的册，我给你照你的意思就好啊。是的，举手。你读册嘛，你有读的嘛？啊，那不是的，举手。好，手放啊。奇怪呢，恁讲不是才足厉害呢？我读足久才知影讲不是呢。台湾这块土地是不是？日本天皇的殖民地，拄啊开始的时候是殖民地，但是1945年四月初以后，是变成他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。哎，恁今日吼来遮上课啊，干那读遮东西，你就听我讲臭屁。是安怎讲？唔是，因为你敢看遮条约内底，1947年二月初十。意大利条约，意大利冇参加战争嘛？哈，意大利条约的23条，你甲看。1947年二月七十，的意大利条约23条，一共啥？你甲看，来，这个slide都甲看，甲放出来。伊写讲，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， 你看，2月10号23条。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。 喂，各位，欠一项有无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政府放弃的有三项放弃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，放弃两项而已，放弃一个叫做 right， 一个叫 title， 没有 claim。 为什么？什么叫 claim？ claim 就是主张，这是两领土 territory 领土的主张，这个意思是索马利亚是殖民地，但是台湾已经在1945年四月初，日本天皇实施日本的宪法，在台湾这块土地照万国公法变作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国际法的意义是啥？永久未当分割。不管你战争赢输，没当分化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时阵啊，杜勒斯伊就知影，伊杜勒斯要签的以前，有去跟日本天皇见过3次面，伊的首相吉田茂也有跟伊见过面，吉田茂有跟伊讲一句话：台湾这块土地，我已经实施宪法了，因为占领未当移转主权，这国际法的规定，殖民地。会当割让，啊有利无？世界有利无？有。美国甲西班牙战争
1898年战争，1899年签巴黎条约。西班牙放弃挂牛和美国四个所在：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甲菲律宾。现在让割让殖民地，啊，但是神圣不可分割领土都没让割让。各位，台湾在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实施宪法，和台湾人两种条件，因为宪法是一个参政权，甲一个叫做参战权，战争呢会当去战争。参政权和台湾人派5个议员去日本的国会开会，啊，有派无？有。所以有的人讲，1945年4月7日，啊，离开日本投降的8月15日，4个半月年，安尼无遵守，歹势。伊的参政权一个实施，台湾马上选了5个议员去参加，啊，台湾去做兵，啊，做兵4个人，即摆伫日本的靖国神社伫拜呢，迄内底有几个人？39100个。中华民国1949年掠咱台湾囡仔去中国战争参加伊的内战，我问你咧，死以后有甲囥伫？因的忠烈祠无，无呢？啊，你土，你想就知影嘛。因为咱是日本人，所以才会藏伫伊忠烈祠。咱唔是中国人，所以我唔是忠烈。